我看看，这有点古怪啊！撩开，撩开，撩开。真是哎！不不不不，这一只猴，一只乌龟，它这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这乌龟我倒是明白，我叫小桂子。这桂和龟呢，倒是能扯到一起去啊。可是这猴是谁呀？乐什么乐？直言。爵爷的身形短小精干，爱吃桃子，动作十分灵巧。啊，而这猴也是我。嗯。吴三桂这个老滑头，这是告诉我他要拿我当猴耍，是吗？哎，爵爷。有可能人家是好意呢。您看，您一直在马上，哎，他又给您准备了一只猴，这就叫马上封猴。哎，呸！马上封猴，拉倒吧！你瞧他这轿子搁这地方啊，我怎么着也得下了马走过来才看见这里边的猴啊。还马上封猴，我看这叫下马猴。对，不对，下马威。他这是给我下马威啊？啊？嗯嗯。本爵爷啊，千里迢迢不辞辛苦的护送公主来下嫁他们云南。你倒好，人还没露面，先给我来下马威，先给我吃一闭门羹，是不是？嗯。行，吴三桂，哎，你侮辱我事儿小，可是你冒犯了皇上，轻慢了公主，这就是欺君大罪。你们俩给我记住了，看见了吧？嗯。啊！哟，又出来什么活物了？啊！谁呀？平西王吴三桂参见建宁公主。臣在参见公主。我看看去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应个声啊啊！公主。公主来了，知道啊。还上一下子去。不敢。不敢。哎呀！公主啊，平西王爷，快快免礼。回奏。贤大人等尽职报国爷。这可不是贤大人等，这是用情鳌拜。名扬天下的伟爵爷。对呀。啊。好。
不可能。王爷过奖了，在下韦小宝，见过王爷。苏礼就免了。小王敬佩爵爷，爵爷大仁大义，以后我父子就跟着您了，咱们就成一家人了。哎呦，王爷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我韦小宝怎么能和王爷平起平坐？您是扬州人，王爷这都知道。在下祖籍辽东，生在高邮，离您那儿120里。如果认个同乡，不算高攀吧？要说高攀，那一定是我高攀了呀。王爷，咱们可不仅仅是同乡哟，咱们还是一家人，真真正正的一家人。请吧。啊，韦学爷，您这是我厉害啊，厉害呀，气势磅礴。王爷，您这义勇营厉害，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啊。您别看我带着萧齐营是皇上的亲军，可是我刚才这么一瞧，若是我的萧齐营和您的义勇营打上一仗的话，恐怕我们得落荒而逃。落荒而逃，托蒙夸奖，在下行伍出身，训练士卒，分内之事。哈哈，王爷，这一套全活就算完事儿了？您还想看？还有。那今天就算了，咱们还是先宣读圣旨吧。圣旨下，跪听宣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王爷，麻烦您个事儿呗。什么？您帮我读一下呗。韦学爷，宣读圣旨那可是钦差的事儿。帮您来，又来了。平西王功高勋重，劳动王室镇守边陲，扶定边疆，属下诸将士卒居有新纪，各升职一级，
钦此。